应该是我们要从这抬过去。抬到哪儿去啊？庄子义，他被这个小猫全程护住，别有人想偷我们的东西。来，子义队，你们站在这边，站在右边。好。来，站在我的左手边，然后呢，把包放在左边。哇，这是啥呀？什么？这该不会要抬起来吧？多重啊，这个。哇，挺重的。这个只有志廷哥能做。重的。我猜啊，也得有个100斤吧。不止100公斤吧？抬不起来。好，首先呢，大家移步到了我们体能团队站的一个地方，叫原木挑战赛。哦呵，大家猜一猜这多少？100公斤，150，200斤。哦，那对，哦哟，猜对了，200斤。我都没他重。可逮了一个没你重的。没我重的多了，用我逮吗？规则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木头举起，左右换肩20次，移过去就算一次哦。我们可以用围蹲的方式，蹲起上一次，1、2、3 go， 2次。第二组呢是起身扛起原木，从起点向冲刺100米。先到达的队伍获胜。一会儿先把手腕活动开，刚刚举了一举的有点闭了。起来吧。给你打打气。来。哦。先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安全第一，我们试一下。行，咱试一下。注意腰啊，注意腰。我前你先。如果这样抬的话，其实我在后面吧。我们得集体一起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手这样，左前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先滚到这儿，3、2、1、7，先到这里，好，1、2，上肩，好，背挺起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试一下啊，3、2、1，过。3、2、1，过。不要移动，不要移动，不要移动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3、2、1，过。哎，过。喂，我没过来。怎么样的呀？扔。3、2、1，丢，放，走。哇，这个太重了，很痛，肩膀是不是？这儿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别卡住了。是什么木啊？大哥，你这儿小心别卡。那这样吧，你先让我跟弟弟把它扛起来，你就赶紧先到前面。我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他不能站在最前面，对，他站在第二个吧。那我他，谢谢你。对 ，Yeah，All right。我们来空的看看，我跟你先把它拎起来吧，好不好？深蹲动作，弟弟，这样 ，OK， 1、2、3，走。不行，先放，小心脚，走。OK， 两个人，因为我们刚刚两个人起，有点困难，就你们四个人不能是两个人起，要四个人一起。不，你们先试下这种的，就是我刚刚那种，你先到这前面。对，第二个是谁 ？Cici。谢谢是第二个。徐梦洁，做，因为把力起到一起去了才会很轻。刚刚我们起来了呀，对，我们要扛到肩上。来吧，那就走。先让我们到刚才那一下，然后1、2、3一起扛肩。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哇哇，好，1、2、3，走。哇哇，吃一下 ，OK。等一下，弟弟你别太高。1、2、3，走。1、2、3，走。啊，1、2、3，走。OK， 放下，扔。1、2、3，走。1、2、3，放。OK。弟弟，你得再往下一点。我 OK， 我会蹲。让
大家听一下，到时候是我喊你们才能举啊。而且按照时间的话，那你们觉得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？不是按时间是最后一个冲刺的，跑步是竞速的。跑步我们从慢到快，先不要着急快，因为你腿长啊，弟弟。加油啊！叫呜呼一下。哦吼！三二一，呜呼！哎！我们快要出去了。啊，来准备啊，上原木啊，来，啊，准备原木上街，原木上街的话，走，等会，走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们用手托住，先用手托住，三二一，走，到腿，三二一，上街，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准备好了，一个一，一，一。一二，一，对，二，节奏没有了，三，走，四，走，五，加油，五，加油，六，等，六，等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自己喊吧，弟弟喊吧，七，慢点，八，九，哇，慢点，十 ，OK， go， 我们后面三个啊，三，二，一，走，起，我笑了，三，二，一，过。怎么我跟大家不一样啊，等一下，三二一，过，过，跑不一样，你们不一样，等一下，小唐没事吧，走，来加油啊，团队这加油，不轻易放弃啊，加油，我被杀晕了，哎呀，我跟不动了，三二一，这个真的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好，完成了，三二一，扔，八秒休息，八，深呼吸，换方向 ，OK 吗？怎么了？加油，三二一，过，三二。一过，三二一过，啊，好痛！三二一过，三二一过，三二一过，几个了这里？还有五个，最后五个，三二一过，三二一过，三二两个而已。对，好，最后一个，三九良，脚站好，等一下，九良没过，等一下，大哥，来，最后一个，三二一，咱们先走十米，走，可以，一二三，走，换肩，走，跟着我的步伐，三走，安全第一。OK 吗 ？OK， 能加速吗？加速！别，慢点！把重量往后给我啊！蹲低一点，对，蹲低一点，抬头轻松一点。放下来的时候，等会儿啊。放的时候安全啊！我一二三，放。哇，你真的辛苦了，弟弟。注意安全，三二一，走。OK， 好，都很顺利的完成。大家歇一会儿啊，稍微歇一会儿。好啊，不错啊，都不错，完成了啊。李队感觉怎么样？李队，挺爽的，突然之间心跳蹦到200，是不是？终于感觉到了，来到了生存岛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感觉到我们的五虎队的默契，主要是吧？好。三二一，呜呼！
教练，我想给我们队员加个油，他们非常棒。加个油呗，怎么加？来加个油。3, 2, 1，我想说那个原木重的有点夸张了，你们是怎么想到把那么重的？我上次推一个22公斤的轮胎我都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个原木我连拎它那一头我拎都拎不起来，扛在我肩上那一下午，我觉得我担上了全世界。但是我们的队友像子毅呀、九良，身高是高于我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当我们行走运动的时候，那个木头已经不在我肩上了，因为我确实会有那个身高差距，我有时候就是能踮着脚，或者说我这样子托举着它，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哦，可能也是因为我肩膀上没有肉吧，我骨头比较突出，我这一块都是有点红青的，就可想担在子毅和九良身上的重量会有多大。那这两个男生在我们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，确实承担了非常的多。我们的获胜呢是李志廷队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向后转，把包拿回去到下一个地点。歌曲接龙。歌曲接龙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歌里面带数字的。那是一条神奇的电路啊。可以，一。哦，一是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着急啊！八百嘉宾根本不算吗？那是歌吗？你现场编首歌也行，也可以，你把它编成一首歌也行。你这样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你编出调来就算你过，好吗？完了完了，标兵奔个北了坡。他又困傻了，我也觉得他是困了。一杯二锅头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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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我要我们在一起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，漂亮的妹，九妹九妹红怎么的花蕾。宋妍飞五。I'm not baby, I'm not the only one. I know I'm not the only one. 我It's like a dream come true, too. Just wanna be with you. 让你是阿拉伯数字，谁让你唱英文的？谁注定？总是在想不起 four。算吧，行。行行，可以。算也可以的。来吧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这个好，你是个有深度的人，我承认了。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，哎哎，我唱完了，到我了。我唱的时候你注意听讲好吗？你要欣赏我的歌喉。一人留，两人就，三人游。哎，这我也想到了，方大同。One two three, now we you and me。你知道那首歌的哈。一件 I have to say how you like that。 那你要转，我操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昨天才流行过的，现在全都忘了，照片里全都一样的笑意。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的歌。你们的歌？火箭的歌。然后你不会唱？没有，不会唱，我在想那个一在哪里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什么叫流行曲杀手？对，哎呀，又忘了。方大同的 baby 八八 baby 八八听过吗？哦，这是八是吧？八八，歌名就叫做 B B 八八。这想的都是什么呀？你来，
七月七日起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这么多的数字，你又八八八八八八，你的数字在哪？七月七日晴啊。哦，哦，月份好，可以想想。一条大，唱过了，你第一个唱的就是这个。不是吧？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草。没唱这个。那第一个唱的什么？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哎，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哎。对，这个你唱过吧？上一个你唱过这个？没有，没有。一条大河，我的祖国。哦，那是你的。啊，那行，算你过了，来，又该你了。有一个姑娘，没唱过吧？哎，对了，对的，这个好，你了。我把青春赌明天，你用真情换此生，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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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还能不能，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可以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。一二三木头人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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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一千年之后，世界早就什么没了。对不对？林俊杰的是不是？对的。对，那。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好了，这游戏结束不了了。结束不了。没完没了。吃着饭，坐那儿聊聊天，做做一些游戏，然后看着篝火，哇，就是看着那个篝火，大家围在一块儿，那个画面特别的温馨。青年网、北京网、国际在线、千龙网、中国娱乐网、三六零娱乐、猫扑娱乐、红网、华声在线、新浪湖南、腾讯大象网、大众网、亚洲娱乐网、快手娱乐、快手综艺、